找着了啊！这家伙，你这眼镜得戴着，你这师傅呢？啊，我这眼镜，我这必须得戴吧。我得看看天津的美景啥的，要不然看不清。我得把我的专属小鞋。啊，专属小鞋还得安排上，这家到位呀。看我这鞋。哎呀，这家整的挺到位呀，袜鞋。这玩意儿那啥，这玩意儿能踩好，那也踩不好。啊，能掌握好那个油门啥的。嗯。这家穿这小鞋，那他呜呜的踩。这老灵了。嗯。你坐前边儿吧。我坐后边儿。我点啥的？哎呀，这咋还这？哎呀，呵呵，整挺好。哈哈，海文桥那边车多，没往那边开。没有那么开过呀？没有。没事，搂就完了。呀，这还是个什么？这原来是个收费站。现在不收了。嗯。啊，收费站。收费站原来也不要钱。这上这儿开的紧张。啊。紧张，慢慢开，30迈。这个整的挺顺溜，刷刷的。30我看啊，30，行，这个速度正好。这不是海门大桥吗？对，我这视频我们经常录啊。太帅了，这家挺壮观的。嗯。啊，赶上我们的跨海大桥了，整的挺好。前边再往前就是那个老有名的洋货市场。洋货啊，我听说洋货，洋货。每天就溜达溜达洋货。这个小玩意儿我是上不去，倒车踩油门我是害怕，往里推一下子，完拔出来。你看我这玩意儿高级是吧？哎，这块行是吧？那停行。行，这块行，这块不碍事啊。行，开路，开路走。啊，咱厂溜溜达。走。怎么样，爸？我开的。啊？你好，我坐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哎呀，这大馒头味儿，大哥，啊、你闻这碗馒头味儿，真好啊！是啊，你看那天我就买的这个鱼子，我跟妈吃的。这也行，这黄花鱼子这是。啊。这是舌头鱼。看这呀，这是什么骨头？不知道。这个，这不是牛尾吗？这是牛尾骨。牛尾。这是羊蝎子。这里头呢，还得是这个哈。对，它这个行，它这羊蝎子挺新鲜。来，给我看看小伙儿，20几？24。挑个6。挑一个。这个腰，这个。胳膊。你先腰看多少？这腰要看几斤？啊，带那牛尾，这新鲜。哎呀哎，这家行。7斤姐姐，7斤，行，7斤啊，来它吧，行啊，咱们回去切大块还是切小块？你就这么地得了啊，那就这么地直接装方便袋里头。嗯，那我扫，我来，别，哎呀，不，我来吧，这你愿意哪天来哪天再来，干啥？我来，176，对，24是不是？嗯，行，我老妹儿。安排，你安排，明天你安排，安排，我负责做。这碗菜儿挺大呀，菜儿大，今天菜儿大，我大哥回家做去。啊，羊蝎锅，啥啥的。就搁这儿呢，二姑包子。走吧。今天俺妈没来。老妈没来。咱坐里边。嗯，坐里头。大个的还是啥呀？小的。小的论个的。论斤，论两，论个。啊，每斤30个。半斤15个。
这个，这都行。三样还需要？这三样呗。啊，这三样啊。行不行？行。啊，这三样。整挺好。买点果仁吗？果仁。行。果仁不要了，不喝酒，啊、不要果仁。白糖。可以放在上头那边，没事儿。啊，那行，放上那点。好，谢谢。三碗小米粥。三个菜的。哎嘿，这家伙能吃了啊？这样没少整。能吃，一会儿还得给妈带回去点。我有时候跟妈就吃点这包子。啊。嗯。他这个素的比肉的好吃。啊，要是尝尝看没。嗯，圆白菜的可好吃了。这个我能磕，看哪好吃。你这磕六个八个没问题。那白菜炒少一两，那一两。什么白菜少一两？白菜。茴香。嗯，放茴香也行。是不是？可以。完事了吧？完了。好嘞，走嘞。走你。不少啊！啊，不少、啊。这小包行。嗯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来买菜来了，完了之后那个。买了个羊蝎子，晚上炖羊蝎子。这两天我大哥都自带的菜，接个风，接风，拿顿包子，开饭，开动，可以吃了。哎，我尝尝这个啥馅儿。你这是素的，素的先搂一下，一瞅就是素的，这是肉的吧？嗯，我吃这是肉的。嗯，我愿意吃素馅儿。我一想鸡蛋。嗯，它这素馅儿挺好吃，挺好，是吧？味儿挺好，二姑包子有名，是吧？嗯，要吃啊，不吃。啊，二姑包子糖姑出名。给你接个风，来个包子宴。嗯，真好吃。秦静，这打错了个单子。啊啊！以前老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这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行，来呀。这是走的呀，这肉不错。一会儿看吃哪个再来。姐姐说中午菜钱都找回来了。嗯，你就常来呀。我总来吃，挺好吃是吧？好吃，老哥，十个八个没问题。这素包子还不腻，不腻。嗯，饺子这个，嗯，圆白菜的，啊，大锅菜，大锅菜的，嗯，大花木，我这肉馅的香，香。来呀来呀，等你半天了，再走两个包。圆白菜木耳鸡蛋，这还有啥呗？小米和玉米面，胡萝卜。嗯，那这家伙，你搁这咋说呢呀？老辣了是吧？行，汤汁儿。好嘞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样了，高这个阿姨，给这个高那样，我吃这个，爸吃这个底下肉的，我吃这个，我愿意吃这素的，哎，这上人了，你看，他这中午人可多了，我再来一个，捞个茶蛋，一个，你吃吧。哎，吃五个了，这六个。昨晚上吃羊蝎子，留点肚。在哪来着？要羊蝎少吃点。嗯。这玩意儿得趁热吃。嗯。是不是？趁热吃。他这个包子，我看咋的，蒸的都不大劲儿。对。是不是？嗯，面好。面还软和，它这肯定也是烫面，它还不糊嘴，它这面。这个，嗯，那发面，发面这么薄呢吧？包的呢？那是擀的包啊。啊，发面。蒸的时间短，是吧？那这回香一咬还
嘎吱嘎吱。包子，你这包子不能皮太厚，皮太厚又不好吃。啥包皮太厚又不好吃？皮太厚硬。他这个皮儿没说和的好，薄皮儿大馅儿。哪天放假咱整点小笼包？啥小笼包？啊，就是那个成屉那个。啊，牛肉馅儿。啊，咱自己蒸点去。啊。对。那像这个西点货了，西点货搁冰箱镇。妈愿意吃那个小笼包。是，这完以后完了吧，你等蒸出来咬一股水。嗯。灌汤的。哎呀妈，这家热的。啊。可热了，说说哈。你那顺脸长了。嗯。剩啥包子？一会儿把包给我妈拿回去。啊，吃饱整不动了，是吧？拿走吧。喝了酒了。那个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完了之后，因为我们视频是提前一天录的，今天应该是母亲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节日快乐。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节日快乐。啊、晚上我大哥炖羊蝎子。我炖。我炖羊蝎子。你干。安排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晚上回家炖羊蝎子，拜拜，走啊，走，哎，那方便，剩仨包给老妈，打包回家，打包回家，老妈个儿配个大米粥，沙子，全是汗，热，你这是少出汗啊，我这吃饭使劲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。这家伙拿了就不得劲儿，拿到了，找了，找了，啊，可以，走了，姐姐哈，班长，哎，可以。